不管怎么说，我养了他二十多年吧，啊，算了，没有用。我觉得吧，这思思这孩子吧，任性是有点任性，但是这孩子真的是一个念旧重感情的孩子。他也就是怪您把他外公拉。不，对不起啊，我这纯属口误。您别往心里去啊，来。兄弟，在哪儿啊？哎，这个事儿啊，说头疼也头疼，但是做好了，只要做到天衣无缝，我告诉你，就可以来那个釜底抽薪。来了，思思姐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前段时间1791地块融资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啊。这是因为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，如果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一旦爆发，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非常大。这些投资人处于风险防范，已经开始有撤资的意思了。这中介地产在资金上本来就比较困难，照这么发展下去，那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栋大楼盖起来呀？江涛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步伐走得有点快，不妨我们可以稍微把脚步放慢一点。今年干不起来，我们可以明年再把楼盖起来。这绝对不行，说出去的话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。这个时候就是信心的博弈，如果我们现在犹豫一点的话，投资者就会失去信心，抽身离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变得更被动。庞总啊，明年我们的东方硅谷大厦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建成。待会儿我跟思琪去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调动一下他以前的媒体关系，把我们中介地产跟江海地产的关系炒作一下。如果能把这个关系炒作起来，看看能不能拉升江海集团的股票价格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把股票抵押一部分，把资金投入到1791的建设上。看来你现在已经尝到利用资本市场做企业的甜头了。你看，这不还得感谢你吗？是你带着江海集团上市的，是你把我拉上那个道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认为资本市场就是可以撬动世界的支点。那你现在知道利用资本市场做企业跟传统做企业的不同了吧？那当然，真得感谢你，是你带我认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以前做企业的时候，只会拿着自己的钱去拼，现在等于是拿着别人的钱在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我现在才着急，赶紧把这栋大楼盖起来，能够尽早的让中介地产能独立上市。但是江涛，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不妨我们放慢一点脚步，稳扎稳打，凡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哎，你现在说话的语气啊，特别像大哥。我告诉你啊，是你带我上这条道，你必须陪着我在这条道上跑完，啊！走了，咱先吃饭去。吃完饭，我赶紧跟那个思琪谈一谈这个媒体的情况。走了，啊！好。哎呀，现在真是到处都污染了。我过去记得这湖里有鱼啊。怎么现在都没了呢？污染是相对的。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，房地产业蓬勃发展，这污染和垃圾相对就来了。嗨，都一样，这英国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要不歇会儿，喝口茶，带了茶。好。
啊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前世今生，你看这名起的，怎么听上去有点婚纱影楼的味道啊？这名字起的就不能有点新意啊？这有点这意思啊。这陆老二的妹妹以前是干媒体宣传的，擅长做这种宣传造势，这看起来不经意是找一个记者写这么篇文章，其实背后啊精心策划，这是他一手炮制的，他们都是有预谋的。最近这个中捷地产曝光率很高，就凭借着1791块地块，这个江海的股票蹭蹭的往上涨。这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民营小企业，现在倒好，风生水起，这名堂越做越大。你想过没有，但凡嘴上喊得越凶的，心里就越虚。这篇文章一出啊，无非是为江海集团的股票上涨找个理由而已。我估计中捷地产的资金链出问题了。有道，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先别着急，我再给他加把火，等到他真的弹尽粮绝的时候，我们再下鱼饵。哎，上周来，你这什么日子今天呢？啊，好兆头啊！来来来来，快上！哎呦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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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好兆头啊！个儿够大了啊！哎呦，好不小了！来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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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总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商量件事儿。啊。咱们这个1791地标工程啊，对上海的城市影响非常大，所以啊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开一个发布会，重点宣传一下咱们这个中捷地产。没问题啊，我那些媒体的朋友们早就问过我这事儿了，他们呢当时确实找过江海的媒体公关部，但是得到的回复都是无可奉告。说到这件事呢，你得帮我跟媒体朋友解释一下，因为咱们这个1791地标工程是个重点项目，不愿意太高调，以免引起一些没必要的麻烦，所以只能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告诉媒体。行，我这两天就去联系一下。垫资，这陆江他可真够胆大的啊，这简直是胡闹。大哥，你先别激动嘛，这我们都评估过了，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，而且这个1791号地不是咱们一起看中的吗？是的，这个我没有疑义，但是你做任何事情不能超过自己的实际能力然后去满干吧。好，之前的那个巨人集团那个事儿不记得了吗？一个摩天大楼啊，把这个如日中天的这个企业给拖垮了，咱不能这么干，明白吗？哎呀，那也不能全怪他，咱们是主承建方呀，那其他承建方都是有国企背景的，当初咱们拿这块地的时候确实是有附加条件的，说是做这种大型超市那没问题，但是要是做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又是设计园区，那肯定得有很强的设计感吧。先不说咱们经验足不足，就说这个资金啊，我觉得都成问题。我呢特别理解我二哥的想法，他是觉得好的项目是不缺资金的，而且咱们公司上市了就有融资渠道了呀。我告诉你思琪啊，这股票不是咱们一个人的，那是社会大众的股票，股东是什么？股东那是企业的衣食父母，我们不能不想着去创造价值去回报他们，哎，只想着自己发财，这不是一个企业的责任，你说对吗？大哥，我二哥的想法呢，他也是为这个股东创造价值呀，啊，我们呢只是借用他们的钱，用杠杆的方式啊，为他们撬起更大的财富，从经济学方面来说，这也是正常的呀。经济学？什么经济学吗？我告诉你思琪啊，你别帮着他说话啊，来，你看你看你来看看，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，那大哥告诉你，做人得夹着尾巴做，做事得踏踏实实的做，别讲什么故事，讲什么故事啊啊！你知道外面怎么说我们的吗？说我们家现在出了个大明星啊。哎，还别说，还真挺帅的啊。帅什么帅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大哥，没你想象那么严重，现在企业都这样，你看你一说喊二哥来他都躲起来了，都先躲一顿骂再说。我说的不对吗？
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终结就是终结，对吧？你不能花大篇幅的时间来去讲这个终结和江海集团的关系，你这么做什么目的？你这个终结的财务不是独立的吗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不就是想抬高我们江海集团的这个股价吗？说的没错吧？哦天哪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。我二哥那招我大哥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没错，我们呢是拉高了股价，那我们拉高就涨停，实际上就为我们节省了10%的成本啊，同时让我们也少质押了10%的股票，这都是为江海集团考虑的。再说了，你说我们那些公众股的股东，他是真的想做股东吗？他是为了咱们的企业，还是为了我们的个人？大哥，一个涨停板就让他们爱死你，一个跌停板就让他们恨死你，所以他们说这叫炒股，不是叫投股。我告诉你思琪啊，我同意上市，我也同意把企业做大，为的是什么？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有工作，更多的人有饭碗。每个人啊，就他们，我们所看到的，都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都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，等着他拿着工资回去吃饭呢。我们今天终于有了资本去帮助别人，你想想，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就在帮助过去的我们自己？是啊，帮助我们自己。但大哥，你想想，当时我们捡破烂的时候，那些无辜的群众，谁正眼瞧过我们呀？子琪，不能这么想问题。每个人有所成功，都得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总归一句话啊，终结就是终结，你不能从我这儿拿钱，从我这儿拿钱我说了不算，得通过董事会大家一致表决同意才行。大哥，那你不要分得这么清啊，那我跟二哥也是你的兄弟姐妹啊。现在知道大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说一句话，你们有十句话等着。终结不是没钱吗？挺好的，那就停工，别坑了股民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哎呀，嫂子，你看看他跟我发这么大脾气，你帮帮我们吧。我可帮不了你们了，他发这么大脾气，谁劝得住呀？你就帮我劝劝他吧。你看，说实话，你看二哥啊，之所以想出这个法儿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看着钱就在远处跟我们招手嘛。理解，我也理解你们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不在集团了，很多话不方便说的。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啊，中捷作为子公司，确实不应该铤而走险把主公司拖垮的。你大哥心里装的是这10000多个家庭的饭碗呢。刘月吃饭啊，我去看看明天做什么好事了。广场这个位置必须在1周之内给我完工，还有这个楼王的位置，你要保证20天之内必须给我封顶，明白吗？好的，明白。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，不能出现。你们谁是负责人？我就是。我们是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，有人举报你们擅自违规倾倒建筑垃圾，污染了黄浦江。这位同志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中介地产对渣土的管理一向有专门的人员和专职的人员，更有固定的处理渠道，不可能是我们搞的。搞错了？看看这是不是你们的。这个牌子的确是我们的，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一块牌子就断定这渣土是我们倒的。你这个老总，你有没有点责任心？有没有点公德心啊？你都说了牌子是你们的，你还死不承认是吧？你看看这照片过不过分？这位同学，会不会有可能是别人把渣土倒在我们这里的？你们这些乱倒渣土的企业，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就知道推卸责任。什么其他人，合着工地垃圾还成了金银宝贝了？还要别人花几百上千的雇个车，帮你们拉帮你们卸，还帮你们处置不成？根据上海市工地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规定，我宣布从即日起你们这个地块的工地停工整顿，等待处理意见。
回事儿？这是，这一个垃圾信息就能让股票快要跌停了，这停工整顿就能动摇军心啊？现在看来啊，郑文的不是几只垃圾，而是操作这件事的垃圾人。今天一大早，本府的报纸和各大媒体就出现了中介地产被罚的消息。股民他可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被罚的，他们只会在第一时间相互踩踏，争先炮制手里的股票。谁这么缺德呢？这商战就是不见血的战争。我们在经营媒体同时，对手也在操作媒体。特别是现在的网络时代，真正大的窟窿也能演变成像刀子一样的暗锋。办呀，这我二哥本来还指望着说服我大哥啊获得江海集团的股票支持呢，你看这么一闹，这连带母公司的市值都缩水了，我大哥还不宰了我二哥呀？这孟振兰呢是陆总特意为大家准备的，今天在座呢都是重情重义的朋友，我庞某啊。感谢大家的赏脸，是谢谢啊，谢谢各位啊。既然各位都是庞总的好朋友，那咱以后啊多聚啊。我们小地产公司啊刚刚起步，以后呢还得仰仗各位多多提携啊。刘总，你太低调了吧？你们可是地产界的一颗星星，刚打造了陆家嘴的顶级豪宅，又投资了创新的科技基地，这些可都是大手笔。没错呀，这价格呀也得高。刘总净讲大实话呀，哎，大家别光顾着说，我们边喝边聊。来，庞总，我早就想来你们企业调研了，但你们门槛太高了，约了好几次都约不上。说到这儿呢，李总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179地块的总指挥，天天的陷在一堆琐碎的事里边。要是怕您来了，我不能专门陪同。这不，因为这事儿，陆总还批评我，说我净忙小事，把正事都给耽误了。那这样，我自罚一杯，表示我的歉意。嘿，爽快。哎，陆总，来的路上，庞总已经跟我说了，我们呢是公募基金，投资范围受限。暂时还不能直接投钱给企业，但没关系，跟我合作的很多私募和信托，我说我还是有点用的。哦，等你们的调研报告一出来，就把它介绍给你们。嘿，谢谢啊。那太感谢李总了，李总这号召力是不用说啊，那就是投资界的风向标啊。我们那是地方银行，以扶持地方企业为己任。不过呢，您放心，我回去就向我们的上级行汇报。会尽快给你们回应的，好吧？哎呀，我们这边这次恐怕有些够呛了。你们知道这年底了嘛？啊，这业绩考核呀，投资期比较差。如果再等等啊，翻过这年头啊，我们头头啊就有指标好放了。理解，都能理解。这不是咱赶上好时候了，是吧？又赶上这上海要建设全球科技的创新中心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做实业的。不就是要踏踏实实做这配套吗？要说做配套，那就得是国际标准，得跟国际对接啊。我们要想打造啊东方硅谷，那未来还得仰仗各位嘛，不是？来，我先敬各位一杯啊！来，谢谢。嗯。刚才走的时候，我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，希望他们能在咱们艰难的时候帮咱们一把。有劳你了。所幸的是，连续3年的下跌，咱们的股票终于回升的迹象了。是，这不是得谢思琪吗？到时候啊，真的给他包一大红包了。要不是他呀，我估计我就完蛋了。这事让大哥知道了，非得把我剁了扔到黄浦江里都不行。喂。啊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？那哪儿呢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吧。哎，好嘞。师傅，送我去上海大饭店。谁呀？这大半夜的。温秘书说要给我介绍几个能投资的老板。
这个温秘书啊，每次都是这个点给你打电话，这明摆就是让你去买单的。哎，那不也得去吗？是不是？谁知道哪块云在下雨，哪块云在不下雨啊？是吧？万一老天爷要是可怜咱们，给他扔一大三十爷呢？民营企业嘛，就是拜三十爷的，是不是？见着先就拜三拜嘛，好吧？关键是你这样子过去还能喝吗？还行吧，我这儿我先眯等会儿，一会儿你把我送到了，你先回。我那是能让你自己去，我陪你去。行。这都多少天了，我真的努力行吗？这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冯经理，你可来了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你是项目经理，你快跟大家解释解释。什么玩意儿撑不住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？冯经理，这工程都已经第三期了，第二期的工程款还没给我们结。你的财务总监总是找各种理由给我们拖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钱都是给你花。看你都说了多少个日子了，还没有给我们结。当初可是说好的，一期压一期结。可是现在呢，这都拖了多少天了？你要不给钱，我们找陆正涛说理去。兄弟们，找陆正涛说理去。走了，走了，马上可大了。陆总，哎，大家别冲动，别冲动。哎，等等等等。哎呦，大家就别冲动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找陆总，对你们不好，对我也不好。咱们解决问题嘛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要享受国家政策，不允许拖欠你们的工资。但是，账上是真没钱，但凡有钱，一定给你们发。听我的，给冯立个面子，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们了，帮帮忙，求你们了，不行，给个面子，要给你多少面子了？各位工友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庞总，现在公司欠我们工程款，这个项目一直是冯经理负责的，他现在不但不给钱，还要让我们大家都滚蛋。我们找陆江涛陆总要个说法去。对呀，冯经理，你平常就是这么处理工作的？这些工友要不是因为遇到困难，也不会和我们中介集团为难。对呀，对呀，还说这种话。你谁啊？我是嘉雅集团的副总裁庞恩月。你什么玩意儿啊？该是我们中介地产的事情，副总是吧？集团副总代表总公司。好啊，子公司没有钱了，来给大家发工资，发！你还知道你是公司的人，作为公司的元老，你不想办法怎么去解决问题，反而在这里煽风点火，你像什么样子？你哪个葱要管脑子的事儿啊？冯丽，你干什么呀？想不想在江海待下去了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我劝你清醒点。你说什么？庞总，这样你先回去，这交给我处理。你自己可以吧？放心吧。不是你去哪儿啊，孙子？你上来，孙子你别走啊！我不会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！你干什么呀你？来，过来暂停！冯烈，别走！滚远点！张师傅，我跟工人们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各位工友们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，让大家以这样的形式来催要工钱。我们陆家对不起大家，真的我给大家鞠一躬了。但是我以人格担保，我们一定会兑现大家的酬劳，请大家再多给我们点时间行吗？哎，那要多长时间啊？是啊，多少时间？三天。三天？三天？会有骗人就是啊。三天，我觉得好，那我们就再相信你们一次。三天内，我会带着兄弟们继续开工。要是三天后看不见钱，我们集体停工。放心，三天之后我们一定会做到的。同志们，走了。走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去哪儿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有点冲动，但是我也是公事公办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那个所谓的师兄过来插手我的事情，我心里很不爽。你回去跟二哥帮我说点好话。
那你跟我一起回去跟二哥说清楚啊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冯丽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如果你想破罐子破摔，可以，没人管得了你，谁也帮不了你。3天，3天，你让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？可是四喜做的没错，现在绝对不能停工。如果一旦停工，后续的资金就会跟不上，就会撤资，而且江汉的股票还会持续下跌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也知道不能停工，问题现在怎么办？你说的股票问题，我也知道怎么办呢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怪我了。入市之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有狼吃肉的时候也有狼挨打的时候，你不能光想着狼吃肉。别跟我说这钱没用的，好不好？找银行啊，找银行提点现出来，先借我们用一用吧。银行那边我早就去过了，老赵那边今年的信贷已经放完了，要放还要等好几个月。老廖那边呢？他倒是愿意帮忙，但是咱们的资质不够过硬啊，要贷可以，拿抵押。我又想到一个人，李兴成，他不是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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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熟吗？找他，他对咱们项目也很感兴趣的呀。不，上次那调研报告人家根本就没发，没发出来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，我们等于无计可施了，我们连抵押的东西都没有了呀！现在，啊，那找大哥呢？我说司机，咱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找大哥呀？啊，好，找大哥，你去找啊，你去啊！啊，站大哥面前，你跟大哥说什么呀？说我们没钱了，大哥，你给我想想办法。他能想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抵押他的股权呀，你也有，我也有，都抵押得了，将来现在没有了呀。那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么办？停工啊！是跟你说的，你说的3天呀！哎，思琪，资金链又断了。那看来中捷地产真的是碰到坎儿了。是啊，一直在垫资，现在银行已经拒绝继续贷款。我听说他们现在都没钱支付工程款了，顾总，咱是不是这时候该登场了？还为时过早。我想接下来，陆海波的江海集团肯定会出手救他弟弟，而这个正是我们想要的。那看来您的目的是整个江海集团。当然了，不然的话，光打击中捷地产是动不了江海集团的。接下来，江海集团只要出手相救，等于就是中了我们的计谋，先把中捷骗上船，进而再去图谋江海集团的股票，最终取得江海集团的控股权。到那个时候，这哥俩啊，估计是谁都救不了谁了。到那时候，没准您没动手呢，这哥俩啊，在窝里先斗起来。希望是这样吧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信托公司找到合适的当家人了吗？啊，这件事儿事关重大，要想找一个有能力、靠谱，关键是和您一心的人，那简直太难了。这事儿还真有意思了，咱们捧着钱，找人替咱们花出去都找不少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。哎，刘姨，你接下来一定要关注一下陆海波他们的江海集团。如果说江海集团出手援助中捷地产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布局。如果真是没有合适人选的话，你就当信托公司的这个掌舵人吧。啊，谢谢顾总信任啊。我当然是信任你了，关键是人家陆老二能不能信任你啊？愿不愿意跟你合作，那就看你的了。只要顾总信任，我一定不遗余力的去尝试。
失陪了。这么有缘啊，陆总，又见面了。哎呀，老朋友见面，怎么也该打个招呼吧？看来对我的成见还是挺深的。做生意嘛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得学会拿得起放得下呀。拿得起放得下呀，那是你，是吧？你又没有赔自己的钱了吗？你赔的是你背后那姓顾的钱，是吧？哎，我要是他呀，听听你刚才那番表白，我没他那么大气。不愧是父子啊，说话都是一个腔调啊。咱能不提父子的事吗？在我面前别提他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啊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。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因为前天工人围堵要工程款的事儿吧？行啊，笑一个轮胸的。上海滩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啊，我绝对不在您背后做任何的文章。怎么说，以前在我背后都是你做的文章吧？啊，陆总，这种场合您是有身份的人，这么做不合适吧？话说啊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相信啊，为了利益，你也会接受我这个朋友的。陆总，跟你做朋友啊？不可能。要是我能帮你解决你迫在眉睫需要的工程款呢？不需要啊，真不需要你帮我这忙，而且你呢也别掺和我的事儿啊。我不管你现在呢是跑单帮的，还是给那姓顾的当狗腿子，你都告诉他一声。我现在啊，没兴趣跟他做对手，让他踏踏实实的颐养天年。我这一片赤诚，你把他当驴肝肺了。行，就当我没说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二哥，你在哪呢？我在哪儿跟你没关系，说事儿。嘿，你个陆江涛，哎，你脾气越来越臭了是吧？我现在在大哥家里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叫我去我就去啊！我是出租司机啊，你烦不烦啊？你少废话，你别跟我喊啊！爱来不来，你自己不来你看着办。去吧。吃啊。急赤白脸的不把我叫回来，不就是问责他吗？你就直接说你想怎么处理我去吧。男儿，吃饭呢是头等大事，没有什么还要排在比他更前面的事情了。
你吃饱了才能好好谈事儿。你吃不饱，你谈什么说什么都没心情，而且会越讲越恼火，越来越没劲。我说的对吗？啊？对，大哥说的对。咱不说别人，就说咱们家，现在生意做大了，做得这么好，那吃饭也还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更别说那些辛辛苦苦搬砖的和泥的，他们全家一家老小都等着他们挣钱回来吃饭呢。你别看我，这么大事儿，我怎么能不告诉大哥呢？大哥，你别听他的，我这正想办法呢。老二，这个项目在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。咱有多少钱做多少买卖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上次你跟我提出了让江海追加这个投资的事，我否决了，对吧？我没同意，连董事会都没过。好了，得罪你了，这么长时间不露面，我不是不看好你的这个项目，我是觉得做任何事情你得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的，得按常规来出牌。你上来就整个大的，那肯定会出问题呀。那些股民为什么买我们的股票？那不就是因为看中了我们能够持续盈利和稳定的成长吗？对吗？这个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能够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事情做好，就是对这些股民最好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。你现在好了，你那是拿着股民们养家糊口的钱给你背锅呀。他们再小也是我们的股东，他们买的我们的是信任股。这话呀我不想再说了吧，反来覆去说了那么多遍，我说的都烦。我相信你听着呀耳朵也起茧子了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今天谈的怎么样？明天是真的没钱给工程队了是吗？真没了，我想办法吧。我想办法能够坚持，我能坚持的股份。站在股民的立场上呢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江海集团再给你们输血了。但是从兄弟的立场上，我不能不救你。这样吧，这个事情交给我了，明天一开盘我跟财务想办法。李霞，睡吧。生我气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承认，确实这个股票兑现的事儿没跟你商量，但是下午司机跟我一说。明天这个工地就要停工了，我一着急就，这对不起。不用跟我道歉，你的股票嘛，你有权利决定怎么处置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说，你刚刚跟江涛约定好的是吧？江海和钟杰不独立核算，这才几天呀，你就自己就食言了。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成倒影。
青草夜间知了嬉笑多何趣，衣衫不整的少年心中却有豁达的梦还没实现。剪不断的情意今夕我和你，记忆里的巷口我在等你，像黑白电影朴素的声音诚恳地说着过去。晚风吹过你的脸颊，时光偷走了旧伤，却因一封信磨苦了自己放弃运用的心。回首的路渐远又长，用这一生回望，青春虽动荡更野草茫茫，却驻长在我生命里永远忘返。吹过你的脸颊，时光偷走了旧伤，却因一封信磨苦了自己放弃运用的心。回首的路渐远又长，用这